倩倩，今年24岁，来自山东胶州的一个农村，现在在北京的一家火锅店里做服务员。你好，评委老师好。请问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山东。我从小就喜欢唱歌，打工的时候呢，条件不是很好，完了就是下班以后跟同事去路边摊，1块钱一首歌曲，去那种便宜的地方去唱歌。今天来到达人秀，我不知道我的歌声能不能打动观众，但是我会去好好的表演，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。开始你的表演。江山起起伏伏，有的曲线，放马爱的中原，爱的北国和江南，面对冰刀水剑风雨多情的陪伴，这是苍天赐给我的青涩的华年，锁定一滴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，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铁骑铮铮踏遍万里河山，请问你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可以这样唱歌的？出来打工的时候，第一次去唱歌，完了就觉得唱的这样子的。你讲话声音都比唱歌声音来的高啊。嗯。但是你特意去学男生的歌？不是，可以按天生的。我明白了，天生的确就是中低音，所以听起来很有男子气概。而且还有一点点刘德华的味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俺也能模仿刘德华，你模仿两句给他。你还听刘，你还唱那个刘德华？来试一下，来。唱两句。我一开始练习，开始忙自己，着急着世界没有你。你还会哪个男生？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。你还会什么？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太棒了！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我弟弟能去练体育。我弟弟练体育很好，在青岛市获得过1等奖，3项全能。因为家庭条件不好，完了弟弟就决定放弃他的梦想，来支持我，让我出去闯。他在家里照顾爸爸妈妈。我希望通过我来唱歌能够改善我的家庭。淑俊，我相信你会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你的天空，而且非常的耀眼。所以我要跟你说 ，yes， 大家。你成功了。我的梦想就是通过唱歌能够改善家庭，弟弟能去练体育。